为了照顾社区长辈，草屯复兴社区发展协会于105年成立社区关怀照顾据点。成立之初，于每周四一个上午来服务长者。在公部门及善行团体的经费挹注及支持下，量身规划各式活动课程，希望让社区内行动不便、独居及白天独自在家的长辈生活充实快乐。105年就开始成立，那原本只有一天的时间。那因为碍于就是觉得说一天的时间长辈可能在家平常在家的时候比较容易退化，然后就跟理事长经过讨论之后，就是做5天的关怀据点，就是长辈来这边，然后就是安排一些课程，就是卫教，然后手作，然后就是带他们做一些预防失智的体能活动，然后就是带他们做健处，因为他们在家的时候可能就是都没有在活动，那就是来这边，然后帮他们做，就早上也会做基础的，就是帮他们量血压，然后就是如果血压太高的话，就是在跟就是家里面的人讲说有这样子的问题，让他们可以注意到长辈的就是身体。我们平常活动的时候有就是结合外面像佑民医院，然后金管会就是教长辈就是预防诈骗，然后还有造福永会带一些手工艺，然后也有邀请到就是外面的老师来教长者串珠活动，就是训练手部协调这样。对，我们中午的话有提供共餐，就是长辈中午在这边用餐，那未来的话就是下午阶段的时候也会有活动，就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就是可以带给长辈就是可能身体上面或者是头脑就是有在运转这样子。对，然后预防长辈失智失能这样。有鉴于社区内老年人口比率高，为了预防及延缓长者失智及身体退化，因此社区也特别增加服务时数，每天早上一来就先带长辈们做健康促进的活动，并且也安排各项不同的课程，包括了健康讲座及手作等等，帮助他们维持身体健康，延缓失智。每位长者也透过关怀据点找到欢乐与健康。你好，我温孙啊，吼，都拢去读册啊，啊，平常我都都出来跟耍手机啊呢，啊，耍耍一定会困，啊，我都，我头家是讲，我本来时间来参加这个志工扫涂骹，啊，伯伯遐讲啊，你星期四可以来关怀据点呐，吼，安尼大家较有伴啦，嘿啦，啊无你都出来真正也好，因为我拢阮囝甲阮迄落拢无带做伙嘛。啊，阮先生有当伊就咧种花，啊，伊就拢会去花园啊较济啊，都无聊，无就吼隔壁啊遐猛行，啊，所以我就来遮，啊，我感觉伊环境嘛真好，安排一寡吼，你像个医院啦吼，还是迄个，吼像个疗养院啥，嘿，伊拢来遮呢，嘿讲座安尼吼，我感觉对，像个对阮来讲吸收真正足好。长辈来这边，像我们一个简秀塔阿嬷，她就是平常都在家门口坐，然后她女儿早上就会把她送来这边。那她来之后，明显的话就是，笑容有变多，然后也会跟着大家一起活动。其他长辈的话，他们来这边做活动，他们也觉得很快乐，都说在家很无聊，但是来这边的话很有趣。轮流将手中的陀螺打到地上，欢笑声没有停过。复兴社区关怀据点特别规划了打陀螺的课程，虽然才推展不到3个月的时间，但长辈们都十分认真的练习，并且乐在其中。所以他那不爱算了，现在再来家再算哎。头壳拍拍嘞，啊，再换拍桌顶，足趣味的，袂啊，真新鲜个。啊，甲李长吼，安尼用一个足好个，足个，互老伙仔吼算足好个社区啊。阮遮复兴社区做安尼足好个，足互遮老人安尼算甲足欢喜个。由咱李长吼来甲社区遮推荐吼，来参与着老人吼即拍干乐个活动。啊，打陀螺运动其实对长者不只是手部啦，或是脑部的运用哈，
都有益助啊。我也希望吼，把这个传统吼，使你来延续落。虽然这不是阮本社区，阮行商店高科为主啦吼，但是未来嘛会向咱草屯镇来推广吼，来请草屯镇的长者吼，拢欢迎来阮福音社区吼拍干乐吼。这个特色我感觉讲真好，啊老人家来这，老人家来这里吼也都很开心啦，每天都想着一早起来就想要到社区。不要掉下去！不要掉下去！不只是地上，还能打到桌上，甚至还有锅盖。有人虽然是第一次打，在老师的指导下学得很快。年龄八十几岁的阿嬷们，老当益壮，身手矫健，一致表示玩陀螺越玩是越有兴趣，而且有益身心健康。经营啊，无代志做啊，忙连安尼啦，都无聊。较早做囡仔物啦，啊都会当来遮，啊都有伴。时间若到了，想到来啊，忙连拢算安尼啦。啊，都大家在斗阵咧做伙咩？啊，大家都。安尼唔知系当过过大过过熟悉，啊无一人是为吼，啊安尼唔得，安尼来算唔得较趣味，拍了拍哦真欢喜，啊都只只大阵啦，啊安尼在拍啊都大家真趣味啊。在里长林建南的建议下，复兴社区发展协会将打陀螺这项趣味同玩引进社区关怀据点内。里长表示，某一次跟林里长去参访山峡老街时，偶然间看到老师傅在打陀螺，感到相当的有趣且叹为观止，因此就突发奇想将这项运动引进社区，由社区内的林长来带动，义务指导其他长辈。今年这回我的发想提供，提供时间要来给这老伙仔有一个趣味的运动，就是我们在这带这个林长去三峡遐老街遐迄个去啊参观，啊，而且这个迄个老师傅这个啊吼，专门做迄个参加全国比赛，这个全国比赛吼，探他的技巧吼，加请求伊个要拍干落的技巧。啊，阮上迄个阮一个做林长吼，伊话很热心的吼，请教他，等下还由我们的林长吼来带动吼，来指导咱这个。长者吼，九十外岁啦吼，啊个对啊个大多是这个幼稚园吼，本来我个是讲咱要来采访，啊幼稚园的遐这个小朋友吼，拢我来遮有见识啦，哦啊伊个大小吼老幼吼，拢我都他来拍这个干乐，带动我们的心情，哦我们的诶，吼咱的骹手，因为那灵活活动安尼吼，尤其是这个寒天中间吼，都有这个运动安尼吼，来吼大家很体内吼，会发一个温暖的心，造出来啊，使个大家足趣味安尼来过活的，啊，大家足拼的安尼个足趣味安尼。阮超路有将近我们这块很多关落去内底五十外个，哦，加四十外个，因为都会为他长动作比较慢的嘿吼，伊差无多哪用安尼，所以大家拢在参加。打陀螺能够促进长者脑部及手部的协调及应用，借由打陀螺的回忆及过程，吸引长辈们从中达到运动保健效果。未来也希望将这项传统童玩延续，成为社区的另一项特色活动。做趣味的出来吼，啊，都把不管你拍也卡，拍袂卡打，就笑嘻嘻、笑眯眯的啦哈，带动那个个人的心情哈，来我们在乎我们的细胞哈，它是它比较不会老化。记得干了。伊这是用迄、那个迄、那个师傅吼，木匠，还有迄个木匠的师傅啊，吼，伊一个看修、看修、看修，啊，佫定这皮啊呢，哦，还有个用镭射，哦，拍这个啊，哎，阮个有计划讲，也是我们复兴的特色啦。以前阮是那个剑松、甲棒松，哦，甲剑刀斧是阮的传统，哦，啊，阮即位。那我跟加阮的理事长吼，共同参与讲，来吼这个干乐这个拿来吼社区遮吼，遮长者遮吼，有法度他每一个拢来拍干乐拍比赛，好那拍赛的登山固的人吼，我弄发一个小小的奖品给他们。理事长白廷瑞表示，社区关怀据点的服务时段已经从原本的一天增加到一周五天，希望带动社区内的长辈们走出家门参与学习，充实晚年生活。
去。啊，我们社区关怀据点也举办五日的共餐。啊，我也希望邻里间哈，大家互动都可以来这社区走一走，看一看，啊，让社区老人长者都可以有一个休闲休息的地方，也让他们动动脑。长辈们开心地唱着歌，关怀据点的成立让社区的长辈们获得自我的成长和满足。目前已经有40多位社区长辈参加活动，鼓励还没参加的长辈们能够善用社会资源，走出家门，快乐学习。老师都靠我都给我唱歌啦，靠我都拍紧了啦，啊靠我都也白啊啦，安尼啦，真济行啦，拢安尼行动行西啊，身体都足烂的，都安尼啊，大艰苦，大艰苦，啊，大疼，大疼安尼啦。阮新妇就讲，去啦，去社区啦，较袂倒出去。哦，你个手咧疼，脚咧疼安尼啦。啊，来遮都袂记哩啊。像在想了讲，哦，人无啥爽快，无爱来啊，来都爽，都袂记哩啊。来都袂记得呀，都在生死个都袂记得呀。伊在社区安尼做安尼是真好，或者老伙仔吼，安尼较有通耍安尼吼，啊，都烦恼较袂记得呀。对于复兴社区发展协会办理关怀据点的用心，先远蔡明轩也表示肯定与感谢，也希望透过社区关怀据点的推动，鼓励长辈们参与学习，未来也希望能够达成每个里每个社区都有据点，并且每天都有活动，让长照在草屯遍地开花，落实在地安养及在地老化。尤其是也很开心，我们复兴社区它现在也是迈入我们关怀据点每个礼拜都有5天的一个活动，好啊，从1天变成5天，好啊，也是感谢我们的志工跟理事长这么用心啊，我们据点就是需要他们一起来努力，好啊，当然是希望我们草屯的据点慢慢都可以朝向每天都有关怀据点的一个方向来做一个调整哈，啊，让我们长者1到5都有可以关怀据点可以去那边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互动，做一个学习的一个课程。来此的长辈们表示，每天最期待的就是来这边上课，不但有朋友谈心，也有老师指导学习，感觉相当的充实，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健康是每个人都十分关心的事情，正确的健康资讯分享非常重要，特别是健康讲座让他受益良多。中医跟你讲失智的啦吼啊。啊，这个你像医院啥，你叫你讲哦去健康检查啥货啊啥。其实我就是吼，较早在做生理的时阵吼，拢根本我家己唔知道我家己身体遐尼无好，检查出来4高啦，会使讲是4高啦，人讲3高我是4高啦，啊尾啊食药啊就开始啊就一直无好，确实伊安尼做安尼是真好。啊，个有一个目标，你想早时起来，无你也伫厝，你就是，起来就是啊，基本的工课做，啊，就是伫遐坐尔，啊，实在坐确实足无好。来遮安尼吼，学习了嘛，我感觉讲对家己真正真有帮助。吼，遮老伙仔有一个所在好去。迎接高龄化社会，除了政府必须从生活机能改善之外，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提供银发长辈多元学习与共餐等福利，也期盼在社区发展协会的用心经营之下，使每位长辈都能开心生活，幸福养老。民意新闻洪以伦专题采访报道。